bus， 露营区中毒事件。哇，好刺激！哎呀，有蚊子！拉多警长，小朋友们应该是中毒了。嗯、中毒？啊？是毒蛇！不是我！别跑！娘、警长，他的大毒牙一定是太有了，小朋友们。杜宾，这是一条警蛇。我们警蛇是没有毒的。对不起。小朋友们身上没有伤痕，应该不是有毒动物袭击导致的中毒。不是动物袭击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去勘察一下现场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啊？这么多蚊子！小朋友们，你们刚刚喷过杀虫剂吗？好多蚊子，多亏小河马帮了我们。啊，蛋糕上有杀虫剂的味道。杀虫剂有毒，你们一定是吃了喷过杀虫剂的蛋糕才中毒的。糟糕，小朋友用杀虫剂是很危险的，我们要马上找到小河马。这样就不会有蚊子了。小河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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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河马。找到了。我是小仓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认错了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什么气味？是我尾巴烧焦的气味。还有杀虫剂的气味。在那边。我的肚子好痛啊。在那里。好痛啊，好痛。
小河马，小河马，快去找医生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杀虫剂是有毒的，一定要远离哦。如果喷了杀虫剂，要立刻离开，并及时换衣服和洗手。还有，杀虫剂千万不能对着人和食物喷，否则很容易中毒的。大家记住了吗？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。